二舅，不知道我爷爷爷爷，我爹呀！你干啥呀，我爷？王子，谁爷爷王子？十二月八日。据相声中媒报道，一则监控显示，一名小男孩骑自行车与一老人擦肩而过时，老人突然抓住男孩往地上倒，男孩见状立即大喊有人碰瓷。小编提醒，要是遭遇了恶意碰瓷，第一件事得保证自己的安全，避免与碰瓷者直接冲突，接着赶紧报警并对现场进行拍照或录像，保存相关证据。